来处理盘啊！对我最近无卖了，所以搁卖一张来。这写啥物？
创的就是葱啊尾，这种外销的尾鱼的尾流，啊，啊，我先来讲，物件水价拢是我头家讲的准则，拢啊经过恁的目睭看，啊，安尼有水无？这个肉身你有介意无？这个肉身哪有水无？这比中国还好吃，一个看看，你做一个买吗？葱啊尾尾鱼下方，啊，这种煎呢，煎了就一支，这一支两分。小可背一下，规支全部放起来，一支鱼拢无，安尼两个袂晓吃我多。啊，你日本料理一行起来380，日本料理你行个葱啊尾，啊，上面就380啊，380加380偌济？切了。啊。这哦，这上简单嘞哦，这当然啦，煎好先哦，一支全部放起来，规地干呐包安尼尔。啊，你个笑，我来讲啊，我后摆敢招一千个啊，招800-700，即摆人啊少啊，一句话500我，五百块上面招500块。我两只葱啊尾哦，我包。小姐，500块上面写我包的，金龙沙四个那个，晓得？八六个，我包上面写500。各位只葱啊尾哦，我100块，真平。这离心水尔，核心就是拢安尼哦，你包只大块哦。哎呀，你外口什么土著鲑鱼水哩？这七点多块，恁这遐水哦。哎呀，这地够你哦，这地够你哦。这个你这个来这个你这个你这个来金龙三四五六七八八人客九个人客十个人客给钱了今天是像大地好啦，十个人客啦，这现场我有十个，我看嘛无遐济人啦。过年，过年，好。金龙山四五人，七个人客，互恁大家欢喜。最后准只尔，鸡汤去煎，迄鱼仔肉你食着，你喉咙甲你会搭子，新价钱个生意继续卖去。感谢恁支持到最后，互恁爽啦。300好啦，300好啦。两脚七八，300块，300块啊，几号推的？老弟，我来了，你们来了。来老几分啊？来30分，来考几分啊？这时间比你金卡你买得着。这两边沙发，我来拜托，你莫看你收啊！这边沙发，我来拜托。什么啊？这现在买单花500，这个米要包单要花300。这两本书也无人顾伊啊，来看卖收起来。这大概用几多钱？来，我来买个啥？我存几多啊？存几多？还有人要吃什么吗？做这个买个啥？我是希望妹妹啊，做这个。对啊，一千块，好啦，一千来。边个啦？边个坐？拢我哩一千啊！一只一千啊，两只一千啊，三只一千啊，四只一千啊，五只一千啊，六只啊，你个200了好啦。好停啊！好停嘛，停啊！对啊，一个一千两百，你加够加够无？两百啊，加一百冰啊！来，多200来。来啊，再给我干咩过来？你要吃章鱼脚无？那边我变变啊。我要吃太古虾哦。对啊。有人要吃这个？够无？好啊。来这边吃我上个，一句话卖500-400，300上面吃300块。章鱼脚。我是吃800哦，真的啊。这300就足平啊，再给我二啊，再给我二啊，300来。我这边嘛是。有人要吃章鱼脚无？300够了。青菜啊，300来啊，300个要吃哦，章鱼脚，几个？300个要来无？两个。300个要吃啊，章鱼脚。以后啊，你要做一个。我也做起来。准备，你看准备，你别几个？我这个啊。我再给我二啊，今年还一个啊，300，4个人去啊，对不对？300上面吃啊，章鱼脚。
你哪去了？来，包过来。回来。谁呀？没有。阿叔回来。两个，嘛，两个啊。来啊。这个等几条啊？有啊。这条我叫做啥？是哪里做啊？我哪里做？是不？来不来？来啥？就把你们接了。就把你们接了。哪里搞分工？就把我变平了不？准备啥物事啊？来，你讲，拢咪是讲分家庭，甲几位？一两三四五六位啊，拢咪是讲分家庭，六位甲需要起来。有两多在小位，来。你讲要食白带鱼，白带我存几千块，要食白带。小张是要多少？哦。阿叔，你坐拢我了，是要去宾馆？我甲变哦。要求无上嘞，啊！你要干嘛？好嘞，阿龙，来，姐，一杯东西。吃咩一杯啊？一杯应该才互你吃咧两三道啦。没有没有，只香就好。好啊，是嘛？先给姐先聊。金龙三四六个人加配好啊，我好在你指定的花。这杯叫炸弹鱼，人讲腌得好就是这，有人袂晓煮的无？这只我给你教，刀啊，起比这支歌当头拨一半就好啊，啊，这个当一半，这要抬不是几只，这抬有几多种的吼，抬卖到安尼，多苦卖到，啊，我来教老板你注意安那，一支刀啊。